我现在不想问别的，我不想说别的，我就问你几个问题。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其实我今天是不打算来的，涂老师。但是小丹也给我发信息，他告诉我我不来我会后悔，所以有一个秘密他也告诉我。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什么。我就想听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秘密能让我兄弟抛弃这么多年的感情，跟你半年的感情相换。王硕，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王硕，我现在就告诉你，你们去年一起做的那个项目，你得到的消息是亏了钱是吗？不信你自己问他。亏我不可理喻。这个问题跟这有关系吗？到底亏没亏你心里清楚。他明显在挑拨我们。我没有。你不要，我只想让王硕他明白他怎样的一个兄弟。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解释。你先告诉我小丹说的是什么事儿。这个钱项目的事是吗？我自己都不知道亏了赚了。他说刚才说是，他怎么会知道赚了亏呢？我现在是不是又回来钱了？没回来钱，就回来一次。回来多少第一次？30万。你给我多少？你给我10万块。陈宇啊，你就这么把我当兄弟的吗？这10万块钱我只是暂时打给你。你不知道我钱从哪来的吗？10几万都是我借来的，我仅攒那点钱我都投给你，我相信你陈宇。你就这么对我是不是？我跟你讲，我没有想坑你的钱。行，能明白吗？我没有想坑你的钱。那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不是坑吗？啊？